大家有没有听过熊猫的叫声呀？今天让我们来听一下熊猫不同时期的叫声吧。首先是小熊猫的叫声，小熊猫的叫声是不是很可爱呢？现在我们来听听看成年熊猫的叫声。小熊猫好帅啊！还有一只，五只，哇！好像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那我们再来听一听熊猫求偶时的叫声。各位注意听，熊猫爸爸莉莉在求偶时的叫声。是不是很像绵羊的叫声呢？そうですね。